OK， 今天我们要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。很简单，各走各的。我们已经过不下去了的啦。每次出门啊，我从天亮等到他天黑的。不然像你啊，一个肥皂搓几下就出门。好好好，有什么问题我们慢慢解决。就你先开始吧。他每次讲我那个脸很油很黏，男孩子嘛，就是因为脸一直出油，所以每隔几天就要帮你换一次枕头套，你知道几麻烦吗？ OK， 明白。那米娅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他每次说我出门前一定要化妆，女生化妆天经地义的吗？呀，但是超久的哦，他连出门买菜都要化。买菜会遇到人的吗？不化妆，我的脸就看起来很暗沉，没有精神。花一点时间化妆有问题吗？有问题就是你们为什么没有好好保湿？脸部一直出油，导致毛孔变大，皮肤暗沉，要花很多时间遮丑。所以要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，这个就是答案。日本连续15年最好卖的保湿化妆水。Hada Labo 保湿化妆水包含5种透明质酸，高效锁水，是护肤最重要的一步。哇，很清爽哦，一点都不黏腻。这样轻轻拍，肌肤马上感觉水润柔滑。它还能修护肌肤屏障，使肌肤更健康透亮。所以每天洗脸后都要用 Hada Labo 保湿化妆水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。原来肌肤不出油，只需要这么简单的保湿。我的肌肤健康透亮，素颜出门不再是问题。水润美肌的秘密， Hada Labo 保湿化妆水。